来，欢迎大家来到团富的直播间和大大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有两个直播同时在搞。然后我们作为一群这个快40岁的这个叔叔们，这个有点不会用现代科技啊，来谅解一下。好，是因为这场演出是应这个上海财经大学风之谷口琴社的邀请啊，所以这个财大同学们呢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签到啊，大家无视掉就好。啊，这个也是进入他们这个第二课堂对吧？二课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呢，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财大的现场给大家做这个演出了，就只能在我们的排练的地方，就是我们排练的地方，给大家做这么一场这个在线的音乐会。然后我们的音响设备也是调了很多，一会儿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这个布场到底是怎么布的啊。非常的凌乱，然后我们这个音响设备也是接好了，就争取可以给大家还原到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希望接上耳机来听啊，这样声音的效果会更加好一点。哦，有人说吴小姐今天好帅哦，我没有觉得。啊，吴小姐说谢谢。好，那我们先吹一个简单一点的，试一下音吧，好吗？好，大家伙儿把公屏打在专业上，谢谢啊，谢谢。我们其实还是一支挺业余的团队，因为我们没有人是专业搞口琴，对对对对。好，好像没有人说声音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团富今天不用 iPad 调吗？团富今天当然用 iPad 调啊，团富的 iPad 放在旁边了。我们其实下午3点多就到这儿了，对，然后调了4个小时。因为今天的调音的难度应该会比平时要简单一点点。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布了多少东西吧？哎，可以啊，我可以用这个，我的摄像头是可以动的，这样给大家瞅一眼我们现在周围的一个情况。好像我的有一点卡，给大家看一下。那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今天的现场的情况。嗯，那里是我们的一堆电脑，这个是我们的调音台。对，我们的调音台在那里，然后下面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后面是我们的，然后这里有好多线。对，后面是我们的没用的设备，然后团副的 iPad 在那里，在大大的身后。在哪里？看到没有？那里有我的水杯和 iPad。哦。对，所以今天团副还是要用 iPad 来调。这边还有两位 standby 的嘉宾，好，等会儿会出场哦。对，来，可儿给大家打个招呼来。啊，可儿到镜头前，镜头前。对对对对，可儿是我们这个新生力量，新生力量，这个马上就要帮我们快四十岁的一帮大叔们拍下去了。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话筒的声音都是根据我们演奏的声音来调的，所以说话的时候声音就会有一点点轻。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口琴重奏吧，啊，简单的科普一下。现在是有 mute 掉吗？没有没有，都开着呢。反听一二 ，Hello， 都开着呢。有反听有反听，好的。我们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口琴重奏吧，也是我们在财大每年的一个这个保留项目啊。不过这个好像镜头我们可以科普的时候，我们这样给大家来特写，这次终于可以来特写。对，今天可以来特写。来三个半音阶，我们先往上走。嗯，来这样两个都能看到就行。把同步切到 OBS 那个画面，这个不是。往右边 ，OK。好的，来。咦，为啥还是？哦，王文成没入镜。来，不不，三个人，三个人一起啊。我们三位呢是魔幻的这个半音阶口琴手啊，再过来一点。好的。哎呀，真的是感觉第一次玩直播。好，这个直播间里面，我想有很多同学应该是吹半音阶口琴的。这样，我们先把琴秀一下吧，离得越近越好。团副是用哪个？这个是吧？这个黄的，嗯。大家可以看到，大家觉得我们三个琴的三个人的琴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哦，对对，这边有抖音，对。嗯。好的。对，那半音阶口琴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常规的复音口琴的基础上啊，它主要的形制区别是加入了一个按键，所以说可以演奏半音。那为什么需要三个人呢？就是因为三个人比较丰富一些，当然我们三个人在演奏的时候吹的内容跟声部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就平常曲子里面我担任一声部的比较多一些，然后这位是王文琛啊，担任二声部多一些，吴小杰担任三声部多一些。那三个人凑在一起呢，这曲子就会比较丰满一些。比如说我们五月天其中的一段啊，半音阶三重奏，你们俩啊，我们可以先听这样一个主旋律的效果，好吗？一个主旋律，我如果一个人吹。那我们现在加上一个第二半音阶，两个人试试看。好像丰满了很多，因为在主旋律的基础上有一条副旋律加在里面。那如果再加上一位第三半音阶，这个效果会更加好听一些。这个就有一点这种用非常古典的方式去演奏了五月天的这个作品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口琴重奏当中我们三个人的分工啊，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么说回到半音阶口琴，半音阶口琴基本上在重奏形式当中，它承担的是这个旋律的角色，主旋律、副旋律以及一些长音的这样一个和声的一个填充的作用啊，所以半音阶口琴可以说是。就是类似于这个弦乐四重奏当中的小提琴啊，或者铜管五重奏当中小号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另外两位成员呢，他们的加入会让这个口琴重奏的音响变得更加丰满一些啊。我们来听听他们俩，这一个镜头好像只能装三个人，来换场换场。换场了，留个主持人呗。来冰箱啊，那行，我来主持。那冰箱，哦，地上线太多了。来，我们来看看直播间的留言。你还卡吗？我打算在这里看的。那不是又加了一个上流量的吗？大家不管是在 B 站直播间啊，在团副的直播间，还是抖音我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点击那个加号，点击关注。然后 B 站的话，今天本来在 B 站还有一个账号要直播的，但是我们的吴小杰同志呢，他电脑没有带充电线啊，所以就导致没有办法推流啊，不然的话到一半他的画面可能就断掉了。所以说是两个账号目前在直播啊，来冰箱，我们现在请出我们的贝斯口琴。
看你看哪个都行，你可以先看一会儿上面，看一会儿下面。我们下次看来两个镜头要放在同一个位置，第一次玩直播啊，然后你可以在下面让大家看一下。对，就是这个琴是一个长得很大的琴，叫做低音口琴。低音口琴，我们可以听一听它的声音。顾名思义啊，他的声音就是非常低沉的啊，低沉有力。当然刚刚他吹的这个是欢乐颂啊，但其实在乐团当中呢，低音口琴并不是太多的去吹这个旋律的作用。我们可以请冰箱来演示一下啊，他在乐团里面吹的最多的是啥。根音战士有可能这样吹十分钟，然后有时候这种根音会加倍，你可以来一下马刀的头，马刀舞。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声音怎么这个音调好像比较无聊啊，但其实这个声音在一个重奏的形式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啊、任何一种重奏形式都必须要有低音的支持。低音呢可能不一定去演奏旋律人不需要那么多啊，但是它的这个支持会让整个声音变得非常厚实，也就是从我们自然的这个人耳听觉的角度来说是觉得比较舒服的。当然这个冰箱呢其实也有吹旋律的时候，除了这个欢乐颂，他们编曲的时候经常喜欢给这个低音编一些特别恶心的东西来让他狂练啊。你吹一个你觉得特别恶心的东西吧。啊、就是那种需要练很久的，你可以先来一个不用那么恶心的，比如说 Mojito 那个就可以。那个很恶心啊，那个就很恶心了已经啊。那有没有不是那么恶心的彩蛋了吗？就是两个纯鸟应该就是如果不是很恶心的是柯南啊，那你来个柯南吧。比较恶心的是摩西头啊，我们来听一下啊，柯南。等会儿我们会演奏这个曲子啊，柯南到一半的时候就贝斯 solo。可能觉得大家觉得这个旋律在半音阶上会很简单，但是在低音上确实挺难的啊。刚刚这个是柯南啊，这是冰箱的 solo。等会儿大家会再听到一次啊，那你再来一句你觉得更恶心的莫吉托啊。我知道为什么这个更恶心了，因为这个翻得多，对，是吧？哦，原来如此。陈鸟现在能来吗？有点忘了。啊，好的，那个的确比较难啊。对，那个如果我们直播一直做下去的话，以后啊有一天我们可以用三重奏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镜头里的三位给大家再把晨钟之鸟拿出来一下，那里面应该是有一段应该是冰箱至今为止练过的最难的贝斯，所以贝斯口琴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很炫啊，非常的厉害。来，那我们贝斯结束了就和弦吧。来，和弦挺麻烦的，这个话筒一直拿上拿下的。对，好，来和弦开始之前，我先看我们这边的，没有大家提什么硬核的问题，我就不回了哈。好了，总之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大家点击关注啊，关注我的频道，还有大大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大大的抖音直播间，对对对，你下去我就自己来了哈。好，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和弦口琴吧。和弦口琴就是我制造一个效果，就是它很长。哎，没有了，就这啊，就这啊，40米长的口琴。对，好，所以这就是和弦口琴。和弦口琴我们在吹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对这样就两个都能看到了。和弦口琴呢，顾名思义就是它是吹和弦的，而且这种口琴它是很特别的，因为只有在口琴家族中才有这样的乐器。我们可以先听听它的声音啊。对，就好像你怎么听来听去都觉得是一大堆声音在一起啊，所以它叫和弦口琴。
那因为口琴重奏当中呢，我们说这个除了低音，除了旋律，还要有和声的部分，所以用一把和弦口琴是最快捷的，能够填补上这个和声的这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乐器。当然，除了和弦，它还有这个节奏的功能。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先来个简单的节奏吧。好的，我离远点。这是一个简单的节奏。对，而且我刚刚想到一点，就是吹和弦口琴的时候我们是有个段子的，比如说我们在站位的时候我就不能站得离它太近，不然的话就会敲到，就跟以前那个段子就交响乐团里面不要坐在长号面前是一个道理，长号噗噗噗砰，这四个小节要低头，对，要低头，请低头啊，不然的话就会被戳到。所以和弦口琴的话，你如果站它旁边的时候记得前后要错开啊，因为它是一个很需要跳的这个乐器。刚那个节奏比较普通，你再吹一个稍微恶心一点的呗。吹一个那个今天的那个啥，今天待会儿要演的一首曲子叫 Tango per Claude， 献给克劳德的探戈，这里面的一个节奏，至今练过最恶心的一个节奏。就先到这儿，因为我这个话筒拿在手里不太好发挥。嗯，就是话筒拿在手里可以发挥另外一个比较恶心的节奏。一听就很难，嗯，这个一听就很恶心啊！这个和弦当时我也练过一会儿，真的是太难吹了。所以吹半音阶的大家可以去练练和弦，因为为什么呢？吹半音阶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你看吹和弦的人这么少。对。对啊，你们没准好好练个两三年就能把它给啊。对，其实我吹和弦到现在，哎，到现在已经挺多年了。不过我吹和弦到我们团上去亚太比赛，其实一共也就经过了两年左右而已。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的，可以的。好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一下你留言有没有啥问题？哇！逆海路，爱你哟，团副，爱你哟，胖妞。对对对。对，胖妞出现了。这个，下次胖妞再来上海玩的时候，咱们再搞一次线上的直播音乐会，好不好？啊，这个 flag 不能乱立啊，胖妞来了再说啊。好，这边有直播间有朋友说打虎上山一定好听啊。打虎上山，其实那个打虎上山，我估计他说的可能是一个阿卡贝拉版本，那个阿卡贝拉改的特别特别好。那个打虎上山的版本，就是如果改成口琴重奏，应该也 OK， 挺难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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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you
就让我们吹一曲打虎上身。打虎上身真的还没有排过哦，不过我们可以安排。嗯嗯，当也请听听听。哦哦，我这边留言有点多。打雷打雷打雷灯，打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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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我们可以练一下。嗯，这个有朋友问，这个如何做到移位如此准确的呀？练呢？练呢？练呢？没有别的吗？当然，你可以针对性的练啊。就比如说你像是哆嗦这种常用的这个，哦，要站起来说啊。咱们分别讲讲吧，咱们三个声部分别讲讲吧。就是这些所谓的跳进都是需要去单独练的。这个你可以从距离比较近的开始啊，哆瑞哆咪哆发，然后慢慢的到哆嗦哆拉哆西哆哆。然后八度以后还有另一种练法，就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就不展开说啊。你如果希望在连线的时候在这个跳进的时候能做一些连线的效果，可以用这种方法。但是这个因为口琴里面确实大跳是一个难点。真的是不简单，因为其实看我们的琴孔就一样啊，就是因为就是琴孔之间的距离很短，然后它本身的孔也很小，所以说只能靠练啦。嗯，啊，我已经忘了第一个介绍的叫啥了，只记得后面是说半音阶口琴吗？这个叫做半音阶口琴啊。哦，我想起来，因为这个财大的同学们一会儿结束的时候还有个签到，会问大家这个大家今天用的什么口琴。哦，防止大家中途退场，你知道吗？哦，这样子，所以说还要算分的是吧？对，我们后面还有两种口琴没有介绍，所以大家现在退了也是不行的。好，这个就是半音阶口琴，因为它有一个按键啊，也就是不按按键的时候，钢琴白键；按了按键就是钢琴黑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来吧，三个口琴分别说一下大跳。大跳，这个和弦口琴的大跳就比。哦，我刚没有对着话筒。这个和弦口琴的大跳就比半音阶的大跳要大很多了，因为它很长嘛，对不对？然后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跟半音阶练习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你要从慢的开始去记住你要跳多少格，手要花多少的力气，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然后和弦里面最大的大跳无非就是，最难的大跳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相差最远的，就是小二度的那个和弦吧。比如斗牛士里面就会有跳歪了，好久没练了。就是你要从慢到快去练这样的一个你的手的肌肉的感觉，对吧？半音阶其实也是一样，如果半音阶更细一点，因为它很小嘛，和弦其实还是有容错的空间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再大也是一样的。这个晨鸟，啊，晨鸟是什么呢？啊，晨鸟还是能背出来的。对，就是其实都是一样了，就是要从慢到快的去练你想要练的那个东西，然后慢慢的把速度提上去，然后形成肌肉记忆就可以了。好啦，有人说太好听啦，赵老师最厉害。哎，你在我的频道里说赵老师最厉害，你这个……哎呀，干得好，干得漂亮。那你关注赵老师了吗？好好，这个关注赵老师也要关注我啊。还有我们那个吴小杰，哎，我们有两位团员现在还没有开通他们 B 站频道，我有朝一日开通了，大家要去关注啊。然后想问问吹口琴是怎么换气的，来，赵老师来解答一下。吹口琴怎么换气？对啊，专业的换气具首先是几个情况啊，因为口琴我们知道它能吹能吸啊，所以如果是很多吹吸比较均匀的曲目，其实是不太涉及到换气。当然我们说这是第一种，我们自然的按照人的生理条件来说的。还有第二种换气的话，就是不，我说错了，还是第一种。但是有的曲子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有一堆吹影，比如说以前我们吹过的这个威廉退尔序曲的最后啊，它是这样的。就有点类似于复音口琴的吹法，这么一长段全部都是吹音。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两个方法，一个是不断的锻炼去增加你的肺活量啊，像我刚刚这一串吹下来，我肺活量是够的，不用换气。那如果你实在觉得没有气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一个技术叫做抢吸啊，或者抢吐，就是在任何的有可能休止的情况下，赶紧的把你的气去放掉，比如说。这个哆后面有一排的休止，对，就可以有一个吸气的动作在里面啊。那如果这一段都是吸气的，也是用这个方法来演奏。那第二种我们说的这个换气就是人为的，就比如说你吹一个，就这个跟吹吸无关啊，你吹一个越剧，就是一个比如说梁祝好了，像梁祝它是有。乐句的，那乐句中间呢，即使你气够，也建议你在这中间稍微断一断。像这两个 re 中间，你如果连起来，这个句子就显得特别特别长。所以这就是第二种所谓人为的换气啊，你这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读一下谱，看看它的句子是怎么安排的。完了又变成上课了。刚还有朋友问这个节奏感怎么练。节奏感怎么练？来，可儿告诉大家。来，我觉得吧，大家可以使用一下节拍器，然后节拍器就比较的好用，然后也就比较准嘛。就像团副之前录的一个视频，19种音乐老师，然后就有一种人为节拍器，虽然打的有。然后去点赞，去点赞啊！点赞那个视频。然后如果是真的打得那么准的话，那也行。但是如果你打得不准，那你节拍器，那你那个节奏感就白练了。不用节拍器练等于白练啊。好，谢谢可儿。这个其实我在平时练琴，我自己练琴的时候会这样啊，我会先，因为我的节奏感还算可以，所以我就会先自己打拍子，然后去先把这个曲子练熟。练熟了之后，你再加上节拍器去把你的节奏固定下来就可以了。对，然后其他的话，节奏感这个东西呢，确实是要多听啊，不管你是听流行的也好，去听古典的音乐也好，你要跟着音乐去走，你就会慢慢培养出自己的节奏感。可以去听一些这个民族风格的，比如说像南美的、拉丁的，他们的那边的节奏感比较厉害一点，尤其像古巴啊、什么阿根廷啊那种。这个节奏感就非常的厉害。
留言啊，刚刚有点分享，因为我的屏幕好像是不是出现一个长时间未动，我以为是有粉丝给你刷礼物了、啊、我以为是我的直播没有实名制、啊、6666 哎呀，我这边有好多点亮星星哦、哎、好，这我这里有一个说自己是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啊，谢谢你啊。这位叫做宋的网友说到了城中之鸟啊，这鸟我们现在来可能下次要练练，下次吧，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啊、拿起来还是能拿得起来，不过要练练。哦哦，有有同学说赵老师的头发变多了啊，变多了，有没有？有吗？有没有啊？证实一下。变长了吧？变长了，变长了。嗯，这个大家众所周知啊，吹第一半音阶都是很容易掉头发的，比如说李让啊，这个天狼星的蔡明宪啊，还有魔幻之声的我们的第一半音阶啊，第一半音阶。这个你看，这个就说明这个水平跟头发成反比关系啊。如果吹第一半音阶的话，吓得我要去理发啊。冰箱老师有 solo， 对啊，这个就是团副专门给冰箱安排的一段 solo 啊，不想让冰箱这个一直吹根音太无聊。好，来点西班牙风格的。又大又长，动作幅度最大。我怀疑你在开车。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拿不出证据。啊，对啊，刚刚我们吹过《马拉盖纳》，其实就是一个西班牙风格的一个曲子。Spain 现在是来不了了。留着下次。哎，可以啊，可以啊。
好，大家想听什么都留言啊，咱们下次能安排就安排上。能这次安排的就这次安排，如果需要排一排的就那个。我们要不各位自我介绍一下吧？到现在还没有介绍过，因为毕竟还有不认识我们的。对，这个有个同学说气质音怎么练，我们一会儿再回答啊，先来自我介绍。那哎呀，好像应该我来介绍你们，对吧？对，就是让每个人说自我介绍是谁。来吧，这位。来吧，你们也从来没有自我介绍过，真是。对。然后每次我都是自我介绍，下次等会儿介绍我的时候，你们谁来帮我？用自己的话筒，你们。对，来吧，这位非常萌的这个，来吧，你说一下你叫什么？大家好，我叫王文成。他其实平常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位是我们乐团的开心果啊。然后大家觉得有人能猜出来他的职业是什么吗？A。教什么的老师？你这职业就招了。大家可以猜一下。啊，请来一个小丑舞曲。哎，小丑舞曲可以来哦，等会儿。这位是老师，这位真的是老师，而且他是物理老师。然后这个教物理老师教物理啊，对。对对对，教物理。啊，还教机器人。对，机器人现在对 STEM 教育。啊，所以是一个可以交流。你看，有人猜你是工程师、程序员、物理老师啊，厨师。不是，下饭吗？脑袋大脖子粗啊！脑袋大脖子粗，不是什么就是伙夫来着。有点调皮，下饭吗？刚刚吹的不下饭吗？厨师现在很正的，好吧？啊，物理老师，对的。大家如果有什么物理需要补习的话，可以私戳他啊。谢谢。然后王文成在我们乐团吹的是第二半音阶的角色啊，是一个节奏感很强的一个半音阶。对，节奏感非常好，对的。相比来说，节奏感非常好。相比什么来说？你知道相比谁来说？相比往下来说，相比往下来说。好，来吧，我们第二位。啊，节奏感好的人。来，这位其实粉丝不少啊，尽管他今天的 B 站没有播出来，但其实这个我。对，好多人是他的颜控。不少吴小杰粉丝都跑到我们两个这个。有人点 Roots 嘞 ，Harmonic Dance。能、啊、可以了，要不要记一下？不行，等会儿。哦，没事，我们有录像啊，有录像。我说了呀，我们都爆了嘛，对不对？神隐少女啊，神隐少女，等会儿我来个独奏也行。来，这位吴小杰呢，现在是我们唯一学生身份的啊，我们其他几个都已经工作了。这个他还是在校生，不过也马上就不是了。但愿你明年还是在校生。明年还是在校生啊，这就说明他考研考上了，是吧？那马上大四了，也可能延毕。有可能啊，延毕啊。所以他呢，小品演员啊，那可能是王文琛啊。好，吴小杰在我们团呢担任的是第三半音阶啊，另外呢很多录音的工作其实是他来的，所以他比较全面啊，乐感不错啊，乐感很好。好，所以吹旋律呢经常是也会给到他一些。来，下一位，有请下一位。冰箱吧。这位刚刚过来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口琴了。他的职业呢，我觉得看到冰箱我能猜出你的职业。对，有人能猜出冰箱的职业吗？主要是直播有延时啊，先公布吧。冰箱是真正的程序员啊，这个是软件工程师啊，是非常靠谱的，所以我们让他来吹低音啊，就是也是我们乐团里面的老大哥啊，所以就是非常适合这种沉稳的角色啊。你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没有。哦，你看非常的沉稳。还有我啊，冰箱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他吹大中音，对，的确冰箱大中音吹得非常好啊。哦，有个内部人员，有个知道冰箱会吹大中音的，不容易。来猜猜我除了和弦和半音阶还会吹什么？你除了和弦半音阶还会吹复音可以。复音，对，我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是指看得出冰箱是程序员吗？你们这样戳冰箱的痛处合适吗？程序员是有气质的，我觉得。对，好，那我的频道里就不用多介绍我了。我在我的频道里介绍一下吧。哎，对，我在这个。今天没有这么宣传，看的人不多。我在大的这个抖音频道里面多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魔幻之声团副啊，好，非常帅气的一位程序员啊。对，我现在还没有抖音的这个账号，所以大家就关注我们赵大大的抖音账号就可以了。啊，那个 B 站关注一下我哈，关注一下。好，好，那我还是自我介绍吧，简单说一下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我的 B 站赵晨曦 Music 啊，尽管我好久不更新了，最近实在太忙，然后这个可以听一下，我在上面基本上传的是半音阶口琴的演奏比较多一些
啊，以后可以更多的去单簧管。对，没错，以前我确实是吹单簧管的，但是我单簧管没有口琴吹得好，这个要实话实说啊。对，我练的比较少。我们团会吹单簧管的是团长赵大大啊，我不会吹单簧管。我除了这个半音阶和和弦之外，就只会吹牛了。复音口琴。啊，团副是程序员，你看你自己的这个号里面。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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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程序员，这我是。哎哎哎，我这有人点名了，来吧，可儿。我是货真价实的程序员啊。啊，这位叫宋的网友啊，点名，来吧，可儿，这是我们的新生力量啊，我的学生，当然非常优秀啊，马上就要把我们拍在沙滩上了。哦，没有没有没有。来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就自我介绍吧。我叫马可欣，然后我现在是一名学生，就读几年级？六年级，就读于星光学校。那啥了，你喜欢吹口琴啊？哦，对，我喜欢吹口琴，我是非常厉害的、非常牛的赵老师的学生。我去，我以为我想在年纪轻轻怎么嗯？哦，年纪轻轻、头发非常多的一位赵老师的学生。嗯，好吧，看到可儿就觉得我们未来中国这个口琴还是有望的，对不对？让口琴手要越来越多啊、可儿超强的，的确。对，超强。可儿拿过的奖比我们五个人加起来多吧？啊，你要是全方位全科的话，那应该是我估计。可儿口琴的奖呢，估计没有。但是全科的他，反正我记得，只要我看过可儿的简历啊，只要是一个科目，他好像都拿过奖。德智体美劳。啊，对对对对对，可儿有 B 站账号，可儿有 B 站号，来来来，可儿是有 B 站账号的，对，忘了。对对对。我的 B 站账号名呢叫金属可儿口琴，然后希望各位网友们多多关注我的 B 站，让我的粉丝数能够更上一层楼。现在卡在1000多了，希望能够突破2000，谢谢。啊，没问题。好，大家去关注啊！啊，可以不关注我们魔幻其他人，但是可儿是要关注的啊。对，可儿会经常发一些他跟赵老师上课的时候的这个实况，这个大家应该也能在其中学到不少啊。我在其中也学到了不少，嗯。
赵老师，我觉得小海到家你的视频比你 up 号还什么？还什么？话不说完。小海到家的视频就是我 up 号上的视频呀。好，这个。过了我对程序员的认。头一回见这个头发那么多的程序员是吧？其实我司的程序员头发都还挺多的啊。这个欢迎大家加入我司啊 ，VMware 啊，如果有内推的可以找我。哇、哦，现在已经在线有3100多观众了，我的天哪！可以，我的天哪，比我自己直播时候多好几倍。可能每个人大概会有600个观众的流量啊，所以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就有3000个观众。哎呀，谢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捧场。好，刚刚有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气真音是怎么练的啊，还没有回答。来，大来给大家讲一讲。啊，气真音是怎么练的？这么说吧。可儿跟我学琴已经好多年了，他现在气振音还没有学得特别到位。来，你来演示一下现在的气振音，来示范一下，示范一下。我们就看，因为我们现在去吹的话，吹比较完整的，大家说这个听不出来。来吧，可儿来一下你目前的气振音啊，不是特别完整的，来。就直接吹。公开处刑。气振，不是纯振。对，就非常的不行啊，就是因为当然可儿其他几种振音他学的现在都已经学的不错了，唯独这个气振音比较难，因为气振音第一点难学，第二点难教，就是因为气振音我们说一下原理，其实是剧烈抖动你的剧烈或者不那么剧烈的抖动你的腹部，让你的这个吹出的音产生波动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呢，你自己在家练习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你在吐气或者吸气的时候，能不能让你的肚子抖动起来？完了，要搂我的肚子了，好像黑的看不出来啊，看我们团服显瘦啊。啊，就是现在如果补光灯，好了，我要秀一下自己有一点点微鼓的肚子了。那个灯在那儿，我来拿吧。这样啊，比较容易的，我把我的手放在上面，你就能看得出来是怎么抖的了。来，可帮我拿一下，哎，这样可以了。好，这样应该看得到啊。我把我手放在这儿，你可以看一下气振音的时候手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如果我手放在这儿的话，它是会前后摇的啊，它能前后摇起来。所以就是你要试试看的是，我觉得这个动作你可能在躺着的时候比较容易找到它的一个点了。站着的时候稍微难一些，然后把这一步练出来以后，第二步再是到琴上。就是这一步怎么练，这个一直也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点，就是怎么样让腹部动起来，而且这个动呢是你在出气或者吸气的情况下动，它并不是一个只是动肚子这么简单啊。所以要练气振音，现在不用琴的情况下把这个动作练出来，能练会你的气振音就学会一半了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但是大家我人人讲上好像我人人讲上好像也有讲到气振音，不过讲的不多啊。开始恰饭了啊。这么天天练习，赵老师为什么没有腹肌？也是哦，为什么我没有腹肌呢？为什么你没有长出肌肉呀？为什么问你呢？可能因为吃的比较多吧。能减小肚子吗？应该可以。赵老师说了应该可以。赵老师挺着个大肚子说应该可以啊。啊。这个还有同学问，下次音乐会演出大概是什么时候呀？我们刚结束一场，其实。对，不过赵老师可以推一下那个你们电台的那个。我是不是可以说一下阵容？对，就是啊，也是，对我们那个12月16号，大家可以去收听经典947啊。这个经典947呢，那个会在贝多芬生日当天啊，12月16号做一个16小时的大直播。那我会在12点到4点的时候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那晚上呢会和两位嘉宾来一起演奏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这两个人呢在各自的领域都算是非常牛掰的存在了，一个是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还有一个是钢琴演奏家牛牛啊。所以是如果你听古典音乐的话应该知道这两个人，尤其是黄蒙拉啊，这个他是已经是国内非常一线的小提琴演奏家。当然我不会跟黄蒙拉在一个乐章出现，可能是他来演奏1和4，我来演奏2和3这个样子。如果他在的话，我互换乐器吗？一个乐章的。然后牛牛的话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神童钢琴家啊，但是他其实小时候神童以后他就去了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这两年刚刚毕业，我上次给他做过一个活动，现在弹的真的是好的不得了，所以跟他们合作压力山大。
但是到时候大家记得晚上啊，到时候我会再推链接的，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然后还有啥呢？我们再继续吹吧。好，我们继续吹。继续吹。这个边看留言边演出还是挺影响状态。这个我编的曲子队友拒绝吹怎么办？拿给我们看看。
啊，我们吹一下给你队友听听，是吧？说不定是因为你，对吧？说不定是因为你队友啊。那啊，我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这个可以给我们，可以给我们试试看啊。如果好听的话，这个我们也会演啊。啊，好，这个赵老师家的猫什么时候能和警长联动一下？这个可能大家对猫不了解的朋友啊，这个猫的领地意识极强，这个两只猫放在一起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这个来说，以我家那猫的战斗力的话，我估计你家那两个是啥品种来着？警长，就奶牛猫嘛，我们是田园猫。是的，奶牛凶起来是不是还蛮凶的？没见过他们凶，但是、啊、但我们家的猫是这样，就是这个隔壁的邻居在门口穿个鞋，嗯，的捣鼓一些东西，他们在屋子里面就会，哦、就是这样。领地意识极强。我家那就是个傻白甜，我家那个是只英短啊，然后现在正在越来越胖，正在给它控制体重，然后我估计它的战斗力为零，就是属于那种不一定，那是可能没遇到别的猫，是吧？就是那种估计在外边三天都活不下去的。想看看团长团副秦贵，哎，秦贵，下次在我 B 站上发个直播吧。哦，我秦贵那秦确实是。不少、嗯、啊，到时候给大家那个一下。我的琴没有那么毒，我的琴没有那么毒。对，好，那咱们再来介绍两种这个我们不太用的口琴啊，甚至不会吹的口琴。啊，哦，对哦，会吹布鲁斯吗？我可来表演布鲁斯就好了。嗯，可以，有。不，没事，我们这里对。真的吗？那你要介绍的呀？啊，算我来介绍吧。没带不能成为理由。好，那个接下来还有两种琴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要不你先来吧。我先来啊，你先来，要不你自己给大家介绍吧。啊，你来介绍吧。哦，我来介绍。好的，就是这个琴，嗯，这个就是，对，两个镜头都可以看一下，嗯。然后呢，这个琴就是很多人都见过的啊，就是淘宝什么30元包邮啊，送教程什么。9.9能买不到的，能买啊，啊，这个叫复音口琴啊。当然，我刚刚说的这个是最便宜的啊，复音口琴也有贵的。复音口琴呢，它在这个中国呢是最早传入国内的口琴。其实像我们的前辈们啊，可能要到爷爷奶奶辈了，他们小的时候没有乐器可选择的时候，口琴几乎是唯一的乐器。所以之前我们正好那个学校正在做个史学研究的时候，就是有说过这个中国早期的乐团社团成立情况，口琴团是最多的。当时交响乐团全国可能才4个，口琴团有80几个，啊，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啊，这个当然也是因为复音的这个啊，它进来早，另外它确实相对来说比那些目前的主流乐器要更加便宜一点。我们可以来听听它的声音啊，别吹错哦。哎，好，那这个是他吹单独的一条旋律。那为什么叫复音口琴呢？就是因为它还可以用一个所谓打伴奏，也就是复合音的方法，让这个旋律听起来还有伴奏在后面衬托。所以听起来就一个哐锵哐锵的声音。那复音口琴你就带了一把吗？那半音怎么办？翻车啊！那复音口琴是这样，就是它的优点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啊，另外它可以自己给打伴奏。但是复音呢也有一些缺点，就比如说在演奏半音的时候非常不方便。今天呢，因为吴小杰他只带了一把，一般如果我们要演奏半音的时候，需要另一只复音叠在上面，一个 C 调，一个升 C 调。对，他动作已经演示出来了，就是土拨鼠啃玉米的动作啊，所以这个是复音口琴相对来说不太方便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半音阶在引入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被规避掉了。然后复音口琴呢，以后我觉得它还是会一直吹下去，不过可能趋势上面它肯定是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小众，因为毕竟半音阶在这个整个功能性上面确实比复音强了很多。所以复音口琴呢应该是保留它打和声的技法，但是当然要更加修饰这个和声的这个正确性以及这个表现性啊，这样的话复音口琴还是会有它的一个传承下去的一个
一个范围在这边。来，这是第一种啊，接下来最后一种，最后一种啊，本来是我们王文琛来介绍的，后面王文琛一听说我们这边这个可儿嘉宾会吹布鲁斯，其实我证明啊，可儿布鲁斯不是吹得很好啊，这咱们团终于有会吹布鲁斯的啊，之前都没有会吹的。我不会，只是。这个我看那个在团富的直播间啊，这个大家去关注一下胖妞啊，扣到胖妞了。哦，对，对吧？提一下胖妞，我们如果有朋友想学蓝调的话，一定要去找胖妞妹妹，她蓝调吹得非常的厉害。对，胖妞的那个，你这就属于硬广，对。胖妞的这个 ID 叫胖妞 Tansy 口琴啊，大家可以搜一下。一般你搜八岁小女孩什么放学做完作业就干嘛了，她一般。你就能搜到他的视频啊，非常厉害。最近出了一个威尼斯狂欢节的练习片段，可以去看一下。啊，那是半音阶的，对。胖妞的布鲁斯简直是这个天赋太厉害了。那个可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布鲁斯吧，你简单介绍几句，然后我再给你补充。就是布鲁斯，它又称为十孔口琴，然后我也是一名初学者，然后。萌新，真萌新啊。真萌新，然后它只有十个孔。它只有十个孔，然后它的音域其实应该是跟半音阶口琴应该是一样的，然后但是你基本上某些音是要用压音来完成的，然后我现在反正是个真萌新，我只会射出三呐。啊，来吧，那来一段吧。好，我来刷一下，来看一下弹幕啊。这个有同学想看这个吉普赛组曲啊，这个录下来了啊，已经录下来了，下次安排上。好，来，这个有个我认识的财大的朋友想问一下，贝斯的声音怎么样吹的厚实？来，有请贝斯手。这个冰箱你不说都不行了啊。冰箱呢？这个其实很简单，靠三个字嘛，靠调音嘛。哦，我以为你要说拼命练呢。对，真的。其实从低音口琴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没有话筒，或者是就音响扩音的这种声音，你去想再怎么吹的厚，你都是不一定感觉得到的。但是你加上话筒，给它有一个低音的扩声以后，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可能会听起来很厚实。对，所以。不能，换一个，用这个吧。这个确实我们在给这个贝斯手调音的时候，确实花了挺大的功夫来调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大家对比一下。我看过了，对，就是对，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在给那个，冻掉了。Oh no, mamma mia。没有啊，应该没有啊，没事。这个播出事故，我们在给贝斯手调音的时候会放一些这个很多的 EQ 在里面。此处仅能看到啊，可截图啊。啊，看完了啊。不是，其实还是要靠听，对吧？你光截下来，这个每个场子、每个人、每个设备都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听一下贝斯现在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正常的声音。我把它 EQ 去了。从我这边听的话，可能他们听得出来有区别吧。哦，这样子，我们这边音箱出来好像比较接近。对啊，如果不接音箱，你们就完全听不见啊。对，好，然后咱们把那个贝斯的话筒关了，然后用这个话筒来，好吧。OK， 试试看。啊，对，不是一个习惯。那我来拿着吧。对，不，你让拿着会好一点。对，我拿着。就是演示的效果嘛，演示的效果。好，这是大家应该能感受到了吧，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我得把这个 EQ 重新还回去。对，所以贝斯一方面呢是调音确实是挺重要的，尤其是对于贝斯，还有其实半音阶也很重要，贝斯半音阶和弦调音其实都挺重要的，对于最后呈现的效果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如果不靠调音的话，贝斯怎么样吹得厚实呢？
这个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研究过，反正你吹的就很厚，可能是就跟个人的那种发声或者是说出气的方式就有关系。因为我的个人习惯是说会把出气往下压，就是会用到一个半音阶里面吹奏的技巧，叫做腹式呼吸。就我是可能因为这样的话比较，一个是比较好控制气息，一个还有就是你可以控制你出气的力度。然后出气的力度可能就跟大家说到的那个贝斯音的厚度会有一些关联，大家可以到时候试试看。基本上就是这样，谢谢。我这个之前有朋友给我过一台贝斯口琴，然后我试了一下，这个吹到脑缺氧，吹到这个晕过去要，因为真的很好奇，就是你要要这样，要这样子吹，就挺好奇的。那还有可能你是没调音。当然调音固然重要，主要还是靠吹、啊、对，这个大家吹还是更重要。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重要的永远是那张嘴啊，这个调音什么的都是辅助了。好，贝斯可以用半音阶代替吗？贝斯可以用 Series B 四十八，但其实没有办法代替，没有办法代替，对。音色不一样。我应该大也试过了，我也试过了，我还有一个测评的视频。对，天狼星的那个。是的，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啊，低音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发音它才会好听？一定是要有体积的。因为从振动的角度来说，你半音阶的这个构造情况下，你背低音区再怎么把簧片做大，它都是受到一个限制的。而低音口琴它整个共鸣腔已经摆在那儿了，甚至说如果口琴我们不考虑便携性的话，低音口琴可能做得更大，它声音会更好啊，应该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你去看一下所有低音乐器一定都是比较大致的。对，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这个贝斯提琴的功能可以用中提琴来代替吗？这个很难。你要硬拉呢当然可以拉啊，只要音域够，但是音色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嗯，好，那咱们后面还有什么别的项目吗？好像差不多了啊，演的该演的曲目都演完了。如果木有效果布，冰箱很难清洗。是说冰箱很难清洗？对，我们家的冰箱我也前两天看过，确实挺难清洗的。贝斯比较难清洗。贝斯确实挺难，贝斯和弦清洗，我这个和弦基本上都两年清洗一次。下个我要好，你敢吹吗？我敢吸，所以这是个梗啊。对，冰箱的。Toledo 也只能下次安排啊。Toledo 你们还背得下？哎，其实这些曲子现在要拿着直接吹的话，能吹个一两句没有问题。不，主要是谱子背不下来，这个谱子因为会有那个我可以，我反正是旋律。对，嗯，可儿也可以，这 Toledo 有点长，主要是。对。我们这样啊，从列表里面。你来，要不看一下，如果随机挑一个曲目，我们能吹的就最后一首。列表里面挑啊？对，这不是哦。你是从我们的谱子里面挑？不是说，我说这个留言里面，留言里面。好，我随便看一个啊。和弦断簧应该是影响最小的，人家有八根簧片，对，我有断掉了以后还有七个音呢。半音阶断簧怎么办？这个和弦呢？和弦其实也是有磨片的，然后和弦粘磨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可怕。然后这个有一次。有好几次演出吧，这个场地都非常冷，然后一次粘个四五个膜啊，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一个是它音很多，你再怎么吹也有声音；再一个就是我就大力把那个膜吹开就行，对吧？当然断簧的话也是一样，你一个音能断个。哦，演华姐姐出现了，我看到演华姐姐了。Wow. Hello， 演华姐姐。Hello。对对对。隐藏大 boss 出现了，对对对。那我们刚才吹的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天哪！哦，考虑一下这个录像是不是要传上去了啊？考虑。好，我们看看后面、奔跑的演员。哎呀，在网上看不见了。啊、哦，那就奔跑的演员呗。奔跑的演员 ，OK 吗？好，咱们来吧，不 OK 也 OK。硬上一首奔跑的演员，好吧。作为今天的加演。嗯。要不稳妥一点，来个马刀吧。马，可以、啊。奔跑的演员要试一下。试一下吧。试一下吧，试一下吧。这曲子毕竟短，这个翻车了就我们不负责啊！这我们奔跑演员是好久没练了。来吗？Thank you.
一步之遥其实我们也有编过，但是一步之遥真的是七年没吹了，对对吧？对，有已经有七年之遥了。一步之遥还要重新编一下，我感觉，因为之前编的时候还是比较嫩的。然后，有人已经催我填坑了啊！我之前视频里面留下了很多坑。微店可以买谱子吗？微店可以啊，在我们的微店可以买到这个魔幻之声口琴乐团的谱子，还有天狼星口琴乐团的谱子，我们也是代理啊，还有 Fresco 乐团的谱子，我们也有代理，大家都可以从我们这边买。还有什么？还有我们魔幻之声的这个新团服，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店去买新团服，非常的显瘦。你看我们这个肚子都没有，显瘦都没有，大大的肚子都没有显出来。哎，几个意思啊？几个意思？新团服啊，我们的这个新的 logo 设计也是今年疫情期间，是疫情期间吧，新出来的 logo 设计。嗯，好了，那没有什么，大家还有什么？愉快的说拜拜吧，我们还会有下一次的。放心，对我们一定会有下一次的，下次一定，大家今天说的那些曲子我们都记下了，这个之后我们找时间练一下，下次给大家演奏今天点的曲子。哎，不如大家就每次点一点曲子，然后我们下次来演，下次胆子大一点，直播排练，看魔幻之声是怎么做。哎，真的有人说想看排练的日常，可以啊，下次我们搞一次。哎，还有同学现在才进入直播间，有点晚了，同学。好，那脸都露出来了，冰箱，谢谢大家啊，拜拜，谢谢大家，拜拜。哦，不，要对着上面那个，还有上面那个也拜，好，拜拜，好，就这样。拜拜。